您在阿克苏地区就是每天都做什么？你说均可是是那个？那每天啊种地啊，地大地里面，这个地的话，比如种庄稼要平的，它这个高低不平的，要把它平整，平整好以后要放水，放水灌溉，灌溉好以后播种，播种前面这个拖拉机要犁地翻地啊，都是人工，都拖拉机翻的，地都是拖拉机翻的，人工要打那个根子啊，这个平地啊都是人工搞的，浇水啊都是人工的。哦，您也做过这些？哎，做。他们说有那个坎托曼呢，就是。哎，坎托曼，哎，对。哎，都人人一把坎托曼，都是这个。种什么？坎托曼。种麦子、棉花，水稻。水稻。哦，后面也有水稻。水稻有，水稻是要种的，有的。但是这个水稻，我们西凉是10%。10%的西凉呢，其中白面膜和大米，它就是占了10%。西凉给你面就面，给你大米就大米，不是10%就是大米，它这10%规定是面粉没有的。要看它有什么。对。嗯，当时一个连队的话，就是它有，比如说你规定你这个连队要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吗？有呀、啊，有都亏啊，都亏的了。还可以，那个地的话，盐碱地种不出东西。哎，那个布水稻布下去的话，像我们叫像拉力头一样，这一撮这一撮，因为碱，有碱就长不出来，就没有营养嘛，土地太荒凉了。没，新疆这个盐碱地太多了，都是盐碱地。现在好了。现在。我们去的是年年亏，就是表决心的时候，明年争取少亏一点。但是还是个亏，表决心就是，比方今年亏100万，明年争取80万，哎呦，那是不得了了，你就赚了20万了，实际有什么用？叫我们去。当时是一个礼拜有休一天的吧？我们是，一个6天休一天，休一天还有半天义务劳动。哎呀，这个休息我也，讲去休息苦的很，上午对吧？吃好早饭了，这个铃又当当当当当敲了，积肥了，积肥，积肥料就到羊圈里面，我们有猪圈、羊圈里面去把野的羊粪、猪粪把它弄出来，弄出来打成，撒到地里面去，对，这好了，中午还吃2顿饭，新疆叫这个活就算是边工，变化的变，工作的工叫变工，变工就是。不像大地里面这么苦啊，这么累啊，积肥啊，就女人干的活。他说起来，女人干的活，女人你去干，干不动的那些女的，积肥这个肥料对吧？又脏又臭，进去了一个鞋子，你不知道一双鞋子一塌糊涂，他妈进去舍不得的，都打了个赤脚进去，回来洗啊。为啥这个鞋子，那个是3块、5块、8块，一年就这么一双鞋，你平常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当时女知青是不是比男知青要更苦一点？对，女知青苦，每个月还有半天休假，对吧？他们这个生理状况有半天休假，我们很眼红的。哎呦，然后他们还有半天，但是现在知道了苦得很，对吧？他们下午只有半天，照道理要放他们一天，对不对？只有半天，他们我们吃饭都在工地上吃，吃好午饭，这些女的。这个休假的，来例假的也要来上班的，对吧？也只有半天。我们会讲的。哎呦，你看，你这上午休息半天呢。那时候也不懂。不懂，那个时候懂个屁。您63年去的，第一次回老家是哪一年？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呢。探亲10年以后给我探亲了，我闹了不行，他给我探亲。实际上他说3年回来，3年可以探亲。他讲的话都不算数，10年才探一次亲。您到那边10年以后才回来，第一次回来、第一次回来。那我们是那个探亲啊，那个探亲还讨厌了，还到唐伯去批。哎，不是啥，这期讲好连产，我明天这个要走了，不行，还要走手续。手续这个手续麻烦的不得了，麻烦的不得了。这样的。求爹求娘跟他，哎呦，磕头求拜才给你探亲。所以您是10年回来了一次。我10年回来。回来一次待多久呢？1个月呀、假期是45天，四十五天假期。四十五天。假期45天，路上就半个月。
路上七天嘛，对吧？半个月。路上四天三夜，一半个月走掉了。哎，实际待在家里的就是20来天。我们回去啊，火车54次列车，哎呦，那上面是这个行李架上抢东西啊，放东西啊，打架。哦。火车上挤的是水泄不通啊。人多的不得了。嗯，都是我们新疆的呀。不知道啊，那个车子啊，以前那个车子啊。如果到后天开到我们那个连队塘埠啊，这个连都是不要太修花高的，嗯，就是路上都是灰啊，身上都是一塌糊涂。它这个公路对吧，都是泥巴路，一路开啊。现在不像现在都是个柏油马路，不是的。我们下来，哎，这个泥巴对吧？哎，一层哦，哎呦，这个人人看了像大花脸一样，哎呦，这个下来，每个人泥巴刮在地上一大层。脸上，他坐在那个卡车，就是解放牌卡车，坐当中30几个人，一人一车那个帐篷，哎呦这个灰我。这是拉到连队的车。哎，到一路过去3天了。哦。我们从大后沿吐鲁番火车站到我们连队要3天。啊，也要这么久。开3天了。我们都在吐鲁番，吐鲁番再一个车子再送到连队。包括塘埠，再送到塘埠。对，我们塘埠到连队又要3个小时，又要3小时。您在那边干了10年的农活吧？19年，我怎么也干19年？哎，我对吧？去了以后，过了几年，我就换到调到阿克苏专区地区去了。哦，阿克苏地区。阿克苏地区了。哪年去的阿克苏地区？我这个六五年。65年。哦，65年就干了2年。调调到工矿了。哦，调到工矿没吃不饱吗？吃不饱吗？我这个也他妈的也牢骚怪话多啊，对吧？这个吃不饱怎么办？那个到工厂里粮食还要少，在连队对吧？吃的粮食是35，嗯，到那个工矿28斤，哦，哎呦，那个馒头还要小，哎呀，吃不饱怎么办？他妈的，我到人家我们那个。工厂我们叫简化厂，简化厂旁边对吧也有农场，也连队的，连队里面我去偷麦子，麦子偷了他妈的晚上那个桶里面这个烤了吃，哎呀难吃了不得，一水一吃肚子饱了呀，对吧，吃死人也有，对，那个不能吃多了，吃多了水一吃张开了不得了，那吐也吐不出来，对，是。您到工矿是做什么？工矿，我水电厂呀。水电厂，您负责的职责是什么？我做电工呀，电工，做安装电线。哦，安装电线。应该属于技术工吧？哎，也不是什么技术，就熟练工这种的。哦。换到工矿之后的话。后来又下放了，他精简人口，下放了。哦，做了工矿又下放了。下放了，那你表现不好的，像我。吃不饱嘛，要搞点小名堂的，对吧？那个饭卡，哎，他们我们用饭卡的，我他妈的伪造饭卡，那能给人家抓住了，对吧？后来领导说这个人他妈的，只要组织照顾，不要组织去了，下放了，后来下放。下放到哪里去了？下放我后来下放到这个勘测队，勘测队我干了3年，后来再下放到火电厂，火电厂后来不干了，火电厂又下放到农连队了。来了就是好几次。我所以在新疆工作干了很多。嗯。工种啊，干了好多。工种，对，干了好多。各种工种，哪一个工种相对来说比较？那当然工矿了，工矿好了，种地最苦了，对吧？农场里种地最苦呀，种地你看，这个平整土地，对吧？这个是第一个大项。第二个大项就是灌水，第三个就是要挖渠道，因为。我们这个水道对吧，都要挖沟的呀，挖沟那个排渠、支渠，哎呦，那个苦啊，那个挖起来是。他因为您是种这个农作物嘛。哎，对。他应该也有农忙，也有农闲呀。农闲，冬天有个农闲。开会。下雪了。开会。没给你休息的。做什么？开会呀、啊。我开会。哎，开大会。天天开会啊。哎，每天开会。每天什么呢？生产这里开大会嘛，生产这里开大会，那是。每天开大会。开
他会说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好了嘛，那这个人不好了嘛，拿出来上来逗逗，那个时候，嗯，还叫你做检查，嗯，你深刻不深刻？我们，哎，就这样的呀。我们那个时候多数对吧？一个礼拜嘛一次民族生活会，哎呀，把我们搞成阿干部一样，一个冬天，一个多月吧，一个多月就是，哦，一个多月天天开会。下雪，就开会。嗯，不下雪了也要到工地去干活的，工地干活，地冰的，挖，挖的坑他们都卷起来了，也要叫你挖，他反正不给你闲着的，哪几个人给你在家里不行的，下雨下雪就不上班，就不上班是开会，也不给你闲着的，什么你们在宿舍里牛逼抽筋是不行的，要给你集中起来开会。开会，他连长指导员在上面讲，讲这老太婆的报告簿又臭又长，讲了他妈的几个小时，哎呀讲不完，每天要讲这个东西，也不去听，反正又不能出去了，要住在那里的，嗯，我们就男的什么烟抽抽吧，都不管他。哦，就上面干上面的，嗯，你们下面该怎么搞怎么搞。下面也不能讲话的，哦，讲话他要讲的，哦，要拉上去斗的。哦。我们那个地方姓这个点名，点名就是站起来，你不听话了站到连长，连长讲话你站在边上，站着给大家看呀，对吧？他惩罚你。这么多人，嗯，当场拎出来的。哎，当场拎上去了，嗯，对吧？他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。哎，什么面子？那个是皮厚的很多，锻炼出来的。那个人无所谓，哎呀，站上去就站上去，无所谓，反正。几个人了，有时候站几个人了，人多了就没用了，皮掉了。哎呀，那个这个，反正新疆这个地方怪。有一些欲言又止的话语，有一些还没说完的故事，曾经的我可以无所畏惧。青涩的时光，我可以勇敢去闯，我可以回到最初的梦。